氏家族未来的继承人。出来！可就要杀人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晚上的七点半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看京城大师赛第十二季流金岁月。本次比赛由范郎冠名赞助播出，范郎是米兰莎，在家里的王面莎，版型随心配，欢乐多一杯。欢迎大家现在到各大应用商店来搜索范郎的关键字，下载范郎 APP 跟我们一起玩狼人杀。这事儿闹的啊，真的是太夸张了。我们马上就要上线我们的团综了啊！今天我们的官博已经更新了跟团综相关的几篇微的那个官博，大家都可以去赶紧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周末还会有我们的线下观影活动，大家赶紧现在打开我们的官博，然后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多人一直都在问和期待的。然后团综也都是在大家的万众瞩目之下马上就要上线了，相关资讯赶紧点击我们的官博，顺便把置顶链接的那个投石助力通道也浏览一下。然后在今天我们三局比赛的过程当中，依然会有九州仙盟传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活动，大家记得下载下方小手柄，下载好之后留好两个截图，一个在桌面上有九州仙盟传的截图，一个在游戏当中的截图。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九州仙盟传当中是有那个限时红包的。然后口令，从今天的口令跟大家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口令叫做周五特别大奖。然后也都知道了，我们今天周五的京城大，等到我们周五的京城大赛会有新的活动啊，大家赶紧下载一下。然后呢，在那个福袋里边，让我们在那个游戏当中的那个抢红包的那个界面是真的可以抢到红包的。赶紧下载好，留好截图，还可以参与今天直播间的几次福袋抽奖活动。如果你是那个唯一中抖币的幸运宝宝，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啊！抓紧时间下载好之后，看到我们导播老师把福袋发出来，就可以点击参与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啊！然后一起来认识下今天十二位参赛的嘉宾，有请一号玩家来做赛前的自我介绍。Hello， 我是那个今天补位老乐乐的长男啊。老乐乐因为他生病了，因为他昨天晚上跟我说摇扇子的可能不仅仅是长男，有可能是高晓松，因为他今天就有点那个身体不适啊。然后就那个生病了，然后我今天来补位，好吧？那多的就没有了，也是希望就年底了嘛，然后大家可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千万不要生病过。邀请二号玩家，你看老乐乐这事儿闹的，是不是？说了个高晓松就生病了，哎，我们的团综也叫这事儿闹的，太夸张了。来啊，我是吴森林啊，非常的期待我们的团综啊，看了几个片段，尤其是我王哥那个表情，很好奇到底我王哥发生了什么。好吧，大家是不是也期待着？嗯，到时候再说，好吧。其他也没什么了，我就过了。有请三号玩家。哎，你刚才不是想喝那个红枣水吗？怎么不自己不提呀？还得我帮你说，我也想喝，过掉。有请四号玩家。大家好，我是葛豆，很开心今天来到京城大师赛，然后换了位置嘛，旁边是左右边是小黑，左边是圈圈，对面是小郭，这个风水宝地我今天感觉能好好发挥。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我跟小郭打算滴滴带跳，你们小心被骗了，过掉了。有请五号玩家。太惊讶了，不会就是第一把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好，我又来到北京了。嗯，那个感觉到北京外面应该也已经是30多度的天气了，所以我今天是比较风凉的啊。然后那个我们一会儿游戏见啊，过掉。邀请六号玩家。Hello， 大家好啊，那个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看得开心啊。然后希望那个身体没养好的小伙伴们赶快把身体养好啊，然后其他也没啥说的，我们赶快开始吧，过了。邀请七号玩家。那个感谢大家收看京城大师赛啊，然后首先感谢范郎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然后那个范郎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都可以下载到，然后还有最近新出的机械狼的板子大家也可以玩一玩啊、同样的今天我们依然还是有小手柄的抽奖啊、然后在这个我们手机的这个右下方有这么一个小手柄，点开之后可以下载一下九州仙盟传啊。然后下载完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准备两张截图，一张是桌面的游戏那个桌面的截图，还有一张是游戏内的截图。大家准备好截图呢，大家可以升升级挂挂机啊。然后在我们今天陆续发放的福袋当中，如果你幸运的抽到了那个斗币，唯一的斗币，那么你就是获得了我们的大奖。如果你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给我们提供到两张截图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升级为1000块钱红包啊。这个红包我们会当时立即发放啊，立即发放给大家。如果没有在一分钟发放呢，我们就会延到下一个啊给大家抽。所以每天放出的这个
福袋的奖励是固定的啊，不会少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试试啊，那个多多参与一下，因为你不参与你就一定中不了，但你只要参与了就有机会啊，其他没有就过了。邀请八号呢，大家好，我是牛肉干，抖音是狼人杀牛肉干，大家关注一下小手柄饭狼，然后一分钟之内记得提供两张截图，还有我们的团桌马上就要上了啊，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大家不懂设计就是这样子的，你们不懂。四十一要滴滴带跳啊，滴滴带跳我熟呀，滴滴悍跳也可以，你们都可以来一下啊，搞一下，我过了。邀请九号呢？我的天哪，团综已经迫不及待了。大家好，我是小九号荣耀 Foreign，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也叫同名荣耀 Foreign。然后宣传一下，三十一号跨年夜晚上有一个这个个人的直播，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会给大家表演一些节目，也会来那个给大家准备到粉丝问答环节啊啊！然后今天希望大家玩的开心，小九就过掉了。邀请十号玩家，大家好，我是陈立杰啊，确实又马上又到新的一年了，然后提前祝大家那个跨年快乐，好吧？然后别的就没什么了，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我就过了。邀请十一号玩家，今天确实挺开心，又有波波姐又有黑黑哥，然后我忽然想到昨天晚上有一个网友问了我个问题，问我说你为什么玩狼人杀从来都不生气啊，然后我当时就想了一下，我就回答他，我说因为我是气人的那一个，所以我从来不生气，然后希望今天可以让大家血压不要特别高，然后可以好好表现吧，然后有请王哥发言。有请上好的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啊，昨天晚上啊确实很精彩，然后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看得开心啊，然后再宣传一下，我是那个12月30号 KS 是12月31号，11月1号，哦，给荣耀让路了是吧，你不是一直说你12月1啊1月1号啊， KS 是1月1号，荣耀是12月31号陪大家一起跨年，好吧，都挺好的啊，希望在新的一年啊，好好好好好，小郭开心就好了啊，过了。好，我们现场正在抽取第一局的身份底牌的王老师，可以给个全景镜头，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抿抿身份啊。各位大部分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可能刚才我们刚开播的时候没有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事儿闹的，大家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博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惊天地泣鬼神大事啊。然后呢，团综我们30号和31号两天在我们真爱大师的直播间还会有线下的活动啊，这个 reaction 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设置好开播提醒，在30、31号的时候跟真爱大师以及众多嘉宾一起来观看我们的这事儿闹的团综节目啊。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博这个链接找到投石助力通道，给到我们场嘉宾投石鼓励。现在正在刷的这个口令，周五特别大奖，赶紧下载好下方小手柄《九州新闻传》，到那个抢红包的页面，然后你就知道该怎么用了啊！祝各位都能抢得到。我们今天三局比赛，第一局玉女猎金混血儿，第二局狼王魔术师，第三局是机狼通灵师。期待大家能帮我们萌萌点赞。第一局500万赞，为各位开启上帝视角，玉女猎金混血儿啊！好，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局对局，请各位大家选身份底牌。5、4、3、2、1，天黑请闭眼。他都看见你了。